它是没有工作人员值守的，全程是通过这个视频来进行监控的。同时这里面的灯光系统、空调系统都是自动化的，如果这个区域用户很少的话，那么它可能灯就会自动灭掉。有部分的这个师生，他出于考研或者其他科研的这种目的，可能要通宵达旦的使用这个图书馆，那么我们就提供这种可能。